逢甲对交大，第一点单打。
还有今天的开心吗？红甲交大第二点。Thank you.
后还会自己就是手都手都慢慢的发热，而且还是有雨，一般基础要一看就没风雨，对，所以都一定要很靠前，对。走一颗，我嘞，四颗，栏杆四颗。守住，六颗，太扯了。大三的那个，大三的那个。
要停车，然后出来，大家都很高档很长哎，对。行。对啊，刚才都一起，刚才都一起。
边嘛，这个主题你就要赢，就要赢，反正学简中队十个人再拉回来，这个两个没输，对，成绩目标一样，对，哦，一个目标一样，没错，然后就是这个成。然后就是你的分享的话，哎呦，救回来！吓到！吓一跳！开始啊！好球！哎呀，两个。开始啊！谢谢。擦边。
开始啊！走一颗。搓成。有了。米强就稳稳的打，应该会赢的啦。哎，对，然后赢球要抢攻，他其实他可以抢攻啦。他刚刚第二局就是，刚刚第二局就是没有抢攻啊，连输六颗。你看对方反而在攻了。先多吃两颗。对。再不稳住，他等一下 CPU 要叫暂停。对，要喊一下。如果 CPU 魏俊，那个学弟啊，那个中间那个教练是学弟，没有来看你，连看到都不会笑。对啊，他没有体制来帮忙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冯甲一向都没有教练，他自己喊暂停了。自己喊。对，自己喊暂停。对。前一个就喊。对啊，前一个就喊了。五个喊了才是标准。他冯甲不是有体制吗？现在第一二三，第三位那是最强，罗东佑。他本来最强的有博跑到中心了，中心昨天唯一赢的单打就他，左手那个也是少博。对啊，昨天中心就是赢两个双一个单嘛，啊，其他四个单全输啊，太离谱了。我只说中心应该不输啊，应该要终于想到要暂停。对啊。刚应该五分就要暂停了，五分暂停是最好的。瑞群呢？没有注意。刚刚从7-3就应该抢攻 hold 住，结果变成对方在攻。他本来是7-2。对啊，7-2对。他被踩杀死了。刚第二局10-6连输六颗，太扯了。我的冯甲不是有体质吗？或是体保吗？没有，那个体保只能打甲组啊。对，我是说可以没有来帮忙看一般人。哦，他们今天自己在比赛。哦。今天自己在比赛。他自己在比。对对对对对。现在还在比吗？还在比啊。哦，还在比。那你没有刚才。对。然后做比完了，我子都不比了，他都他是、啊、他都不比了，他当扣取就好了，他当台姐就好了。Nice 啊，稳住哦！发球，想一下啊。有了，哎 ，Nice 啊！发球不给裁判机会了。对对。你的裁判又说不高。对啊，就高抛就好了嘛。在赢球可以想办法做球攻啊。他们应该打交大还是不太好打。不太好打，因为交大很急啊，他们很急，对。稳守。所以我们打算摇后面了。兵强马壮。我们最强的排第四点了。那双打至少要赢一点，双打如果两点都输就不好赢，双打一定要至少赢一点或两点。Nice 啊，好 ，One more 啊，守住一颗啊，稳稳的守住一颗。哎呦，太冲动了！好，发球想一下啊。这个
这个有时候故意的，有时候自己也可以跟裁判说我要绑鞋带缓冲啊。哎，对对，我是说自己也可以的。哎呦，弯步弯步，尽量不要打到定死啊，制造紧张。抓右边侧下，抓他的右边侧下。啊，你发侧上就不好了。三哥，抓右边侧下，对，因为那个侧下他会惊惊，他不敢出手啊。对。哎呦！我就知道他一定要发这个，让他吃到很多。对啊。我又被逆转了。讲一下，讲一下。发他右边右下侧，要发那里啦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我就知道，打桌球也要天分跟那个啦，兴趣啦。我们那个学校一个年级才两班呢。哦，小学校。对，非常小啊，但是自由空间你要转过来就。哦。很多都他一半就转过去。现在少子化，很多学校都。他现在也不讲了，对。教练嘛，不认真过去。哦。少子化。很强哎，那个前几年大概三四五年前很强哎。是啊。都拿哎，什么那个中正杯，那个杨光明杯，还有国脚也很厉害。对，大有国脚也好几次都很强。大有国脚已经他们两场比赛他们有两次的胜利。对，王齐生他们那一批。王齐生他们那一批。有些学校是传统强队啊。前面这个，前面他们有个张胜杰在带的，他们的从四年级就扛把，对，陈胜，陈武。重点学校就这样，也没有重点，他全部里面，像苗栗那个赵南，就传统的，嗯，就很强，那都是重点，对啊，重点小学，对对。大有更大有前景，那个系列。Yeah.
哎，我请问一下，如果我下午晚上下午那我要回台北去，我要坐公车到中立火车站嘛？啊，我刚刚是搭155过来，啊，回程在哪里搭？你什么时候要走？我大概就五六点。这么晚？这边就宿舍这边就门口就有了吗？对，门口就有。因为我刚下车这边，可是我说我反方向是搭。对对对。反方向同样的搭位置吗？对，反方向也要往那边走。他们今年竟然没有派接驳车，以前全大运都会派接驳车，在火车站会有接驳，对，接驳车，然后有时间表，今年他们都没有，中原都没派，还是他下礼拜，他这个礼拜就有多球局了，还没开幕哎，这个下礼拜是，对，桌球每次都先打，全大运还没开始，桌球都先打。配合国手了，国手要出国比赛。右边逆转。最厉害的就对了，都加很多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那么远。大魔王是不是？那个高度，啊，他去年就打冠军。是啊，单打冠军啊，就全国吗？还是全国？原来松山的嘞。哦，松山的怎么可以打一组？松山算加。现在就打那个松山，没有田中没有上去。哦，或是名单没有上去的。对。名单如果没有上去就可以了。对，二军呢、啊？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初赛没有，哎，对，名字没有上去，不能用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就是类似二军那种。他的二军那种，你也很厉害啊，哎呀，也很厉害。大三、大四都会想。是啊。大三的引起的错误。哎呀。东佑不要急，加油。他是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吗？我看他的出手很稳。哇，真的厉害，好稳啊！对，已经救回来了，他又轰回来。一号很稳。嗯，所以他也才敢排第四点啊。那个张敬林这一次个人赛单打拿3-0，把谁？把他？张敬林，张敬林拿3-0，张敬林这次预赛就输给。乙组稳就好了，不用像甲组那么质量，你只要稳就好了。尤其双打，拉个路进去就好了。对，你不像甲组说质量不够会被倒抛。对，不会啊。乙组不会啊，乙组只要拉转进就好了。对，想要打得太就很冲动啊，想打爽的那种。而且要赢球。对啊。年轻人。我们那打爽的不是打的。我们那个就是这样。
潇洒，超潇洒的。在被他踢笑的时候很可怕。还抓不到他的球路，可能第一次打。他大四啊，大四啊。对，应该有同。没有，没有。那今年就研究所就不念了，不然就继续留下来。暂停。平科一定冠军的啊，一定分组冠军的嘛。这很难打哎。对啊，其实每一次都很急。刚刚好这三年啊，没有赢过他们。亚军一个第三名，然后都是输他们吗？都是输他们。啊，都打到四比几？4-2。4-2啊，至少有赢两点，还不错。没有没有 clean， 以前我们只要碰到清华都被 clean 4-0。他前两年哦，有那个李嘉诚的弟弟，我知道啊，李嘉诚啊，哎呀，李嘉诚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李李言，对对对，然后在自己之前的，我就想说，李嘉诚的弟弟怎么会打乙组，怎么不继续打，跟哥哥一样打甲组的？他可能想念书吧。以前清华还是什么尤嘉瑞，高高的，他们就是一两年就看上两只一号二号国家，三号勉强可以，偶尔就一号二号掉一个，三号就上来，然后就会赢，就大概都4-2。他双打至少要赢一点两点，两点都赢比较多，然后偶尔会掉一点，然后三号就会。